车买菜时阵，看到一领甲这要共呢，啊衫穿起来拢共款呐。什么共款？你也毋捌穿过限量版的衫，你根本都毋知影什么感觉。哎呦，啊这衫吼，我衫拄啊满满是，比这搁较好诶，妈再摕一领互你，吼。对啦，啊人吼只要若气质好，毋管是毋是名牌吼，迄穿出来拢嘛水啊，对无？对啦，恁阿嫂讲安尼对啦。有当时啊，咱穿衫吼，穿较朴实的，安尼嘛穿起来吼，真好看啊，对无？你莫逐摆吼，拢安尼开钱去买种贵三三的衫，讲啥物名牌，迄真讨债呢。阿姊，你毋是介意送你啦？我爱才要互我穿啊，我才不爱。阿嫂，我无互你穿啊。哎呦，我也无你穿这款衫啊。不爱，就单调啊，单调。哎，啊，这好好的衫，单调拍算啦。对啊，啊，我想看下，看有啥物办法通补救无啦？救袂倒来啦！啊，我的菜。哎，讲到这个秀慧，也是有够害啦。大家拢开钱吼，买这么贵的衫，啊，讲什么名牌啦？啊！伊敢真正毋知影，迄衫吼有当时会穿旧穿歹呢。啊，搁再讲啦，做人吼，毋是讲穿水衫就好啊。啊，大概拢开钱，吼，买这些衫有够偷者。秀慧啊，啊这蒸鱼吼，毋着爱先抹一下盐，吼啊落鼎的时阵吼，油毋则袂喷。你看你这鱼啊！整个皮吼拢臭黑哒啦！哎呦，啊，给我去盘啦！这是啥？小黄瓜对不？无人小黄瓜哦，你烤皮啦！你来烤烤安尼，白色色是要安怎吃啦？这敢是问你哈？啊！刚煮了伤烂呢。阿姊，迄硬菜呢？你看不出来哦？啊？哦，安尼哦。只是这个菜型敢那无啥好看，你味是还阁袂歹啦。秀慧，我知影吼，你煮了真认真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这敢那不是硬菜，这是海带，你可能煮了袂起啦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后摆你就慢慢知影吼。其实袂歹食啦。秀慧啊，下摆吼，迄咸咸爱注意啦。迄爸妈年岁大吼，尽量莫煮生油，较伤咸啦。嘿，啊，真的是海带啦，这明明就是桥啊你。桥。嗯。哈哈哈！海带，桥，印材。啊，是讲也无要紧啦吼，咱大家莫跟你个手一样，对吧？凡事拢哦起波澜啦，看看来无要紧。啊，是讲咱讲真嘞，啊，这到底是啥？好，恁大家讲到安尼。我也无确定去关心。哦，冇紧吼，惠弟总共一句啊，会食就好。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，只要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。这个菜好，好食好食嘞。啊，是讲家东也袂转来啊，食饭时间够了。家东伊有讲啊，伊若较晚转来，咱就免等伊啊，先食。是讲这个家东今仔去因头路，唔知饮料安怎吼，唔知有顺利无？我咧想应该是无顺利哦。唔知到即摆拢也袂等来哦。袂啦，应该是有讲是，毋才讲遮久。对啊，家栋哦，遮尔优秀，一定无问题。啊，恁大家即摆烦恼嘛无效啊，等伊转来就知影结果啊啦。对，等伊转来就知啦吼。啊，所以咧，咱即摆讲就好哦。家栋转来时，咱拢莫问。哦。结果喏，互伊家己讲。安尼吼。来来，食饭食饭食饭。麦开会。啊，是。爸妈，我转来。我转来啦。家栋，我问你吼，你今仔日头路饮料安怎哈？有顺利无？啊，当时上班啦，薪水是偌济啊？紧讲，安怎样？哎，并未叫咱大家卖问你个事。我煞袂记。家栋，你另外未食饭吼，紧食啦。我食袂落去啦，恁豆豆我食，我先起来去。啊，结果安怎？大家应该吃清楚啊啦，吼。哎，我看大家吃饭啦，暂时卖去叫咱家栋啦，吼。那么你慢慢吃，我起来看家栋啦，吼。好啊。你慢慢吃哈。不用坐哩，不用坐哩。
是讲哦，参照家栋这么优秀的人才啊，还佫找无头路，原因到底是伫倒位啊？对啊，原因到底是啥吼？无过过去安尼啦，来莫想遐多，来来，加班加班。好啊啦，莫佫上网找头路啊啦。既然即摆无适合头路，你着先休困啦，豆豆来啊。来应该豆豆来啦。咱即摆住伫遮哦，食种靠爸妈。我若是一天无找头路，我着感觉家己哦真无路用啦。活到这个年纪啊，唔然我都爸妈过好日子，搁顶多靠爸妈饲。咱伫遮毋是白食白住呢。我即阵啊，敢若恁兜个费用个，自透早无闲到暗时，搁有人嫌我无一个好，你委屈，感觉我着真好过啊。你伫厝个无代志。做一挂家内事嘛是应该啊，你拄好趁这个机会学安怎去做这个工课。以后你着要靠别人啊，敢毋是嘞？林家栋，你拄甲我结婚的时阵，你毋是安尼讲的哦。你讲我闲，我靠你一世人，安怎？即摆后悔啊？一时风，使一时船啊。咱即摆什么状况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呀。你即摆甲我讲这有啥物路用嘞？我看哦，我是加百参详啦。趁钱我无工课，我先去人话园斗三工啦。至少，卖用替厝的出一份力，较袂参详是无路用的人，对厝一点仔贡献都拢无。袂用的啦，我反对。卡输恁爸一直叫你伫个人话园斗三工，卖去找别个头路。安尼我毋知永远住伫遮。住伫遮无啥物唔好啊，百年纪有我呢，人话园一直靠伊咧照顾。嘛毋是办法啦，我若是会当斗三工，嘛是袂歹啊。百姓会过我，我有这个能力，留落有啥物唔好啦？无定着，这是我事业第二春啊。我才袂管你啥物第二春、第三春啦、啊，为着我就是无想要住伫遮啦。若毋是为着要得到恁爸妈的认同，叫伊提钱出来甲恁斗三工，我哪有可能踮伫遮去巴结恁兜的人啊？叫我哦，像恁阿嫂同款，安尼阁怂，阁跟袂着时代，我做袂到。啊无代志，谁人讲我怂，阁跟袂着时代？我敢真正有遮厉害？而且原来你的打拼，拢是另外有企图的。我就是你真正遮尔啊认真的。你总算讲出你心内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你毋通去孝顺阮爸妈的钱，你哪会讲袂顺车啊？我话先讲正经啊，若是伫爸妈面头前，你千万要讲着钱啊，有听到无？啥人袂用的？敢讲你爱我等去倒骂借钱啊？找这秀慧麻烦了，敢袂安尼小鬼巧慧？啊，你咧计算袂出咱电视咧玩物哦？吼吼，歹打架咧，这是怎搞法咧？喂，啥物歹打架啊？你讲话嘛爱较有良心的好无？我即摆是咧教育，我是用心良苦，你到底知啊唔知啊？虽然讲秀慧这个态度，我嘛唔是讲真认同啦吼，但过家栋即摆找到了四季咧傍边咧，连人阿婆即摆经济嘛算讲是安尼火烧尻川。啊！你这个做老母的，是不是应该放手啊？提钱出来跟你斗三工，啊，算讲家家己后生对话，算讲救伊啦，啊，何必要为难因呢？对不？你放心啦，我有实质啦，我就是感觉吼，爱有秀慧一点够。啊，对，要不过你的态度吼，秀慧会感觉讲你在找伊麻烦呢。啊，是讲人秀慧今嘛嘛玩啊，真骨力，真认真，真拍拼伊啊。无唔对啦，虽然讲伊安尼菜吼，煮了有淡薄较歹食啦吼，啊我是感觉，林阿伯啊，拄则你家己嘛讲过啊，伊即马现主席做啥物代志哦，就是拢袂晓嘛，所以我是超工爱安尼做，吼，啊你放心啦，我是希望讲吼，经过我严格训练了吼，伊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太太，嘛是一个好妈妈，死到吼伊就感谢我，知无？你现在就严格训练，
你要叫秀慧吼，要教伊啊做一个好媳妇、好太太、好妈妈。啊，我咧从来毋捌看过你教伊的文静，你家己会走起。我即摆是安怎？听讲要来找我的麻烦？我哪会是甲你找麻烦啊？你家己甲想看卖，以后恁查某囝敢嫁出去？文静迄种平淡的个性，假使讲若真正嫁出去，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敢会无了解？你也袂烦恼，死狗唔是干呐找麻烦了。哦，文静嫁出去代志大麻烦哦。嘿，我搁有咧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代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袂跟你讲，我袂辛苦啦。家同这边的代志哦，假使讲无甲斗相共快变哪倒好，好啦，我即做老爸开医生的，伊若白塞脚骨，哎，我这钱也无够保底。我跟你警告，我是不准你偷压钱和收费哦。啊，若无死到吼，我对伊的苦心哦，都白了工啊，知无？哎，讲笑，但我恁阿伯也无钱啊，身骨拢地崩子，是要搭提钱跟伊斗相共啊。哎，是讲吼，我哪会知影你到底是有创西客无？哈？是讲吼，无上好，因为我会烦恼，我烦恼你这个人哦，耳空轻啦。哎呀，但我的西家钱哦，一定是叫一只虎爸母摕去，还阁存心歹甲我破白讲明的，让我安尼有苦难生。但这只我真正有影，要去也上心愿了。小乖，来坐啊。哎，我咧想讲收回这领衫哦，我是要哪共补啦？啊，拄则你毋过咧气功哦，秀慧想要摕爸妈的钱，啊，即马那个摕补衫啦啊。哎，啊，这是两件代志啦。我嘛确实真气秀慧啊，啊，毋过这领衫哦，是我共误判去，我当然哦爱甲伊的衫修补好啊。哎，对啦，敬董，啊，你看啊，咱要甲爸妈提亲功哦。收回咧孝顺因的钱，安尼较细致个无？那我也想讲吼，你也是莫去讲这啦。啊，若无人会认为讲你个大媳妇咧食醋，做了后壁啊，讲收回尻川后悔，我惊爸妈有收回偏见呢。收回哦，根本就是你假贤惠啦，应该还有爸妈知影讲哦，伊是目的个啦。你也是莫去讲这啦，爸妈要甲钱摕互相，应该去做主啦。你也是莫去插嘴，较免惹麻烦。啊，无爸妈会认为讲哦，你想要甲伊摕钱呢？啊，你话当作唔知哦，我是真眼叫啦。哎，对啦。啊，秀慧若有甲你借钱哦，你是莫甲我答应哦。你家己哦，爱知影你有某囝要饲的呢，啊，伊孙仔嘛要出世啊，啊，你唔通话借就借哦，哈。啊，我知影，我知影啦。让你泡。嗯，你拢伫咧客厅关啊，你猫是咧创啥？停电哦。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小芳。喂。啊，好爱吃嘴。嗯，喂。你吃个鸡吧。真真。我嘛想讲哦，做伙食。三三三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今天无买乌龟仔。最近哦，我的胃肠真正有够可怜。啊，以前哦，拢爱食减肥药啊哦，才会当维持我的身材。自从哦，秀慧煮食了，哼，我唔免食减肥药啊，已经瘦几啊公斤啊呢。
安尼落去是要安怎啦？恁在聚餐哦、喔，嗯，我买下来那杯一包，宝宝，哇，我刚两包，哇，哎呀，我是在创啥？你当作咱是搁咧跑道是无？跑道我的巴肚啦，准备要长期抗战了。嗯嗯，你要长期抗战？系啊，哎，我嘛唔知秀会待偌久啊，当然嘛爱长期抗战。我嘛感觉吼，恁莫搁叫秀会煮食啦。你若要教训伊哦，你叫伊做别项代志好无？拜托，拜托。阿伯做咩？嗯，先生。嗯。嗯。嗯。啊，所以讲来讲去吼，就是煮饭上好啊。喂，阿伯。这个我问伊哦，你的老实讲，你遐话唔困落来创啊？啊？啊，都京东哦，伊差讲巴肚枵啦。我想讲哦，来煮一碗面羹回家。啊，恁大家哪会安尼？暗顿大家拢食无？哎呀，你别知啊。啊，京东巴肚枵嘛。嗯。来来来，看有啥物件哦，直接摇一只。嗯。来来来，真正你。你食准摇一条京东。啊来来来，你话啊，够泡面。对啊，你准备啥？哎，我倒三羹无。免啦，我已经传好啊啦。你看，我传这个有机营养早餐哦，有木薯芽、水果，啊，搁生菜沙拉，搁有这啦，无糖的豆奶哦。啊，咱就请教一下，咱早起要食啥？对啊，啊，这哦，嘿，这啦，刚才看到这，我规个胃拢皱起来，我感觉足凉的。诶，昨暗哦，我食足饱，啊，今麦巴肚阁袂枵，我规起安尼。静东，嗯，你陪因食吼，啊，恁看看食哈，啊，莫插无，莫插无，我重要代志要来办哈。啊，人食迄敢会饱？我哪会感觉家己甲牛在食草啦？啊，其实吼，我嘛是真枵啦。啊，你慢慢食好啦。安娜安娜，早顿吃啥哈？嗯，妈，吃这啦。啊？哎呦，秀慧啊，咱是真卡人啊！啊，早顿食这冷叽叽的哦，没关系的。亲像咱早顿哦，唔在食迄种烧烫烫哦，啊，佮有滋味的早顿，安尼食落吼，唔才有精神，对不？家栋。回来厝边去食这啊！啊，其实食惯是了吼，较袂歹食啦。哦，啊，张龙食啥？哎，啦。我拄则起来哦，食无啥会落，我啉牛奶就好啊哈。袂歹食。慢慢来切草哦，无人要捧场。无要紧啊，家栋，咱两个家己食哈。你睇嚟哈，哎，嗯，妈，啊，你敢真正感觉秀慧会当跟咱做伙生活？